请问弹性体质的女性在生理期时吃下列何种水果最有缓解经痛的效果？哎呦，这题要重要。A. 桑葚。B. 番茄。好不熟悉的水果。火龙果。D. 榴莲。什么啊？哦，我懂了，要挑个热性的水果。为什么我要过那种日子？我以为喝醉了，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身为一个女人，有机会靠月经赚一次钱，对，就要拼果。结果啊，不用，你寒性的人应该要吃很燥热的东西啊。榴莲吃多了是不是会流鼻血？嗯，哦，它是热的。火龙果是不是也会流鼻血？火龙果也会流鼻血。你不要再问了，你要做答案。你现在是要问我们啊？我只是问会不会流鼻血啊？看你吃多少，有些像看吃多少，对啊，吃800颗火龙果当然会流鼻血。番茄有时候一颗你不用吃，直接砸中鼻子也流出来。对啊，对不对？你要问什么呢？你现在我选榴莲，确定吗？他又哭，他又哭。榴莲目标锁定，来。太好了，你出狱了！我告诉你，你可以，你的正负编号给谁用？我现在可以从正转成负吗？没有没有没有，你先给别人用。对，等一下，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哈，你要把它变正，那你自己去找开关啊。对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一开始你不是这样跟我讲，不是说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开始讲的都是骗人的，不然你身为一个女人，你被男人骗多少次？很多次。啊？给谁用啊？哎。自己变，对，自己变啊！恭喜25000元，25000元，不得了啦！一路垫底的何宇文成功启动正负编号，以25000分的成绩一跃而上，成为目前的冠军。不过最后这一题高山峰与逸轩，若成功启动恶魔的条件，还是有机会打败何宇文哦。这节目也叫傻子行大运，真的，傻子行大运，答对了，莫名其妙中了一题，然后就是中了那个 jackpot， 有没有？对，天哪，好，接着下来下一道题目是，下一道题是旅游题，请出题。一般人都认为 B 的手势是代表着胜利，请问这个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哦。且风行各国的手势 V， 到了哪个国家却有骂人的负面意思？哦，各位听到请抢答就按了哦，请抢答。哎呀，真的，你不是不想玩？先说怎么分账。干什么？怎么分账？不是，可是你给我，我答对会变3万，3万就比他的那个我分你还更多，真的。哎呦，也对。对啊，对啊，前提是他必须答对才行。天才，你答不答？好难。不答。答给谁答？何宇文，确定吗？因为我3万，我3万就是可以大加分呐。对啊，你把我们这里当做银行啊？对啊。哇，好，那就请就位了，各位。大家为我加油！加油！这次你真的要帮我加油。为你加油！我告诉你，不可能让你连续2次的 lucky 了。加油，加油，宇文加油！这一题真的不晓得何宇文答不答了，对。好的，请出题。请问代表着胜利、和平且风行各国的手势 V， 到了下列哪个国家却有骂人的负面意思 ？A. 瑞士 ，B. 希腊 ，C. 英国 ，D. 土耳其。哦，骂人的意思是有属于就是都是欧洲国家。哎呦，我小时候有看过啊。你小时候有看过？你小时候看过是它是靠近哪个地方？不能讲啊，都是欧洲啊。我问你，希腊讲什么文？希腊文，希腊文，希腊文嘛。还有人开始问很蠢的问题了，超高。我还可以告诉你，土耳其讲的是什么文？对，我知道土耳其什么文？土耳其语。我觉得好像是希腊或土耳其，是什？你们三个是不知道，我要分你们钱，你们还是这样，我人缘那么差吗？我真是，你要我怎样？如果我个人觉得是希腊啦，我个人觉得是希腊，真的不知道啊。你知道他们的表情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实在也不懂啊。我猜是土耳其啊，如果是我猜的话，因为它是回教国家，土耳其呢
土耳其是哦，土耳其是啊，土耳其好。所以你看，有很多地方啊，比如泰国的话，你不能随便摸人家小孩子的头。嗯，对，听说是不好的。好，知道我就问这一题。好了，各位，请回答。希腊，不是。三。西土耶，西土耶，西土耶。二。西土耶。一。土耳其吗？土耳其。答案锁定。土耳其。你是被催眠是不是？答案锁定吗？土耳烂，土耳烂。好紧张。确定答案锁定，一起来看看是否正确解答。来，我也不确定。我真的不知道吗？答案是什么？来，过来，过来。答案是希腊，安君灿。希腊，你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帮你铺出来，你知道吗？好好笑哦。因为这个铺完了，现在就不用补妆了，马上要结束了。好了，正确答案就是希腊。因为希腊比 V 的意思是你去死的意思。嗯、真的、哦。对，但是土耳其这个也不是 victory， 是比这个土耳其是代表某一个政党，他们政党就有这个。嗯、哦。对，所以希腊有这到希腊。对，不可以比这个。拍照的时候不能比耶。对，就去这样子、哦、不行，这样是怪怪的啊。所以呢，这个要啊扣分了。哎、那奖金乘以二可以启动。对。好了，奖金乘以二10000元，所以25000块钱是我们今天的最高分。现金跟我走，来。不过你今天本身已经有25000元了，嗯，对我们来讲算是非常高的一个奖金。等一下，所以我可以39000加25000，对不对？啊，不是，你要直线连线才。连线的话就39000加25000，等于是64000。好棒哦！是这样子。我如果这样的话，我给你们一人5000块。对啊，所以我们在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你知道吗？很多节目啊，它奖金都是拿假的。对。我们这个节目是拿真的。哇。对对，请准备。没有，然后自己按 stop 吗？哎呀，不要按，有没有钱？有没有钱？有。好，恭喜获得现金一盒。太急了啦！不是，你要等一等，我不会玩这种东西。好了，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好，礼拜一到礼拜四晚间10点，天才答不答？